聖誕節仲有十幾日就嚟，今年因為疫情，市民都未必可以愉快咁度過呢個佳節。不過有唔少人都會喺屋企開始佈置一啲聖誕裝飾，而藝人朱千雪今日喺社交媒體發布咗一張自拍相，以英文寫上屋企冇足夠嘅空間放置聖誕樹，所以我只能夠去有啲聖誕樹嘅地方。呢一張相嘅朱千雪笑容甜美，加上清純同埋與生俱來嘅仙氣氣質，令唔少網民都大讚美麗動人。